各位同学，我们再看这个经里面所说的七菩提分啊。七菩提分里面第一个是自法，自法之分，善别真妄，邪正是非善恶，不取是为法。这一条里头最重要的还是说，我们要善于选择法门。这一条啊，实际上相当不容易，就像大夫治病一样，这个处方一定要对症，完全对症，那确实是药到病除。一切众生的根性要想很清楚、很明了的掌握住，的确比大夫诊断病源要困难多了。所以这桩事情真的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。众生要遇到佛这么好的大夫，那没有问题啊！佛经上常常称他为大医王啊！啊，他有圆满的智慧、圆满的神通、圆满的德能，他能看出一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。这个事情好办了。